孟佳来到现场，哎，他好正哦！我告诉你，他不止正，而且他以前在团体里面呢，在 Miss A 里面，他算全能型的。全能型，他可以一个人做很多事，他可以唱 ，Yes， rap， Yes， 又可以跳性感的舞蹈，超性感的。今天，而且他现在是 solo， 对不对？对。个人来到我们百分百，是不是期待？期待，期待一下，期待爆了！马上欢迎我孟佳带来的新歌《糖果》。真的好看，谢谢。而且这次来的新专辑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是介绍一下。这一次呢是我的同名专辑叫 JIA，然后里面收录了三首歌曲，我也非常有幸的可以跟以前帮 Lady Gaga 还有 Justin Bieber 写歌的人跟他一起合作到，然后他帮我量身定做了《给我乖》，还有《他是谁》。哇，对。然后 Candy 呢是有幸跟新沙洞老虎一起合作到的歌曲，所以这张专辑其实。还
而且怎么说呢，算是我第一个宝宝。对，但自己的专辑又会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。对对对，我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，包括大家打开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造型也是。哇，这不是染色，只是有一个那种涂膏。这很好看，这很好看。很好看吧？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。然后我洗了四个小时。这么久？你洗澡洗了四个小时？我洗不是洗头发了。洗头发，吓死人了，皮都戳破，你会不会聊天呢？六回啊，这个湿湿的感觉很时尚哎，欧美感那种。你很适合这种造型。对，然后觉得很好看，还蛮特别的。嗯，然后这个比较特别的是里面还有收录 DVD 哦，对 ，DVD 也有，可以直接看到我的 MV。你在那个歌曲里面谈，我是讲男女刚萌恋那个感觉的事，你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我自己喜欢跟你一样有个性的那种。我现在在这里嘛，对吧？对对。我喜欢像你们这样的男生。好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们三个里面，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男生？对，你的菜。就是比如说，你今天都不认识我们，光看这三个感觉。对。哦。点子点梅花，梅花出了就是他。谢谢。没关系，你们两个组织太好了，超省钱的。没有，他刚刚是运气了。好，对对对。那接下来我们很多观众朋友要问你问题，是马上进行的是粉爱问。孟佳，我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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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。孟佳，我们想要问。孟佳，我想问，拥有让人惊艳的舞蹈能力和独特律动的你，能和主持人挑战终极跳舞机吗？刚好我们四个全部都是唱跳团体出身的嘛，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来 PK 一下。那今天百分百的代表呢，就是我们两兄弟。我跟魏泰。你先冷静点。然后今天让孟佳挑战一下，对，他们两个 PK 好不好？看谁先，看谁答对的比较多，但毛弟答对最多题就赢了。那输的话干嘛？输了按电笔，你敢按电笔？北北是那个电的，就对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你们输定了。我，在说什么啊？我会输他吗？有可能啊。哎，你们两个人输我一个人的话，那要怎么接？好，我们按。再多按一点，我们按四下。好，慢四下。玩就玩大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啦。好，看清楚了。好。啊，第一题是吧？第一题。女生的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个人的嘛，对不对？个人的。哎呀，什么？你再重新。刚刚这个经典的那个。这个。对呀，对。对，这个。这是副歌经典的。那个左右的歌，对不对？不是两个人在左左右右，不是。两个人啊，百度。女神。女神啊。对。啊。是。我真的玩的猜不出来，我这个很像，让我从经典，它是经典，经典，我知道，甜心，王心凌，是什么？心电心，还想我们，那大家会唱，可是不用注意他舞蹈，我们没有心电心，心电心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等一下你就会，下一题你一定会，对不对？好，等我一下，第二题，好，第二题。这个人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前几天还遇到他哦，真的假的？在哪里？哎呀，他是男的女的？在一个餐厅。餐厅？林俊杰对不对？因你而在对不对？是吗？是不是啊？是啊。答对。耶！
你们知不知道答案啊？你们第三题。团体哦，这团体是蛮帅的，不是蛮帅，是超帅，真的假的 ？JPN， 他真的，你真的不知道、哦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你们就完了。快点讲一个吧。是什么歌？是什么歌？不完美绅士嘛。我很勉强你是不是？我跟你不要逼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好这样答对一点，我们一题一题而已。好，公主交换。OK， 现在换孟佳来挑战。孟佳 Go。开始了。前面不会跳、哇塞，好好看！来了，我已经知道答案，但我想继续看下去。我也想继续看下去，你先不要猜出来，好看的喂，对呀、啊，喂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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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好看！哇，再放，再放一次，再放一次。这放手不能再放，哦，你们好好哦，哇塞，你确定你还记得歌名吗？你应该忘记了对不对？那这个怎么可能会忘记？蔡依林的舞娘对不对？她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律动感，哇，第一题都猜对了怎么办呢、啊？我们好像按电笔，太好，我不相信他后面会赢我。好，下一题。出道比较早，让我们也是也是也是前辈前辈。那个安心雅的呼呼，给我猜女生就对了，哦，没有猜，开玩笑。第三题，来继续吧，对。画面进行曲，红豆大红豆。你说的话我没有任何反应。他的眼神有到位哦。这有点难哦。
个是行，哎，那个五百的，对不对？好。怎么可能？可能外婆是我的花朵吧？你是我的花朵。你是我的花朵不是？那个、啊、这是我那个是你是我的花朵啊？那个是这样。500对了，500对了，哇！我都不用说话，500再过去。那你猜对，我再多按两下。不可能啊！是他再多按两下啊！小苹果是吧？小蜜蜂是吧？小蜜蜂，蜜。确定答案了吗？不确定。不确定，我知道五百而已。好，答错了。这也是很厉害了，已经猜到500了。是什么？是火山。哎，这个就是火山爆发的意思啊！对啊，就哎，进行惩罚时间是按几下？哎，六下。刚是几下？你记那么清楚的吗？刚是几下？刚是2下。刚是2下。4下。6下。这只是普通的笔啊。有吗？他这个抽，这个是假假的，他好假哦，他好假，那个没有按到，我按到了，还有两次，哦，真的会有，真的会有电，你没按到啊？对啊，你没按到，按着，没电哎，天哪，你有抗体哎，你们两个换，又是他，你按到抗体了。哎，他还没电呢，他在演，他在演，我没有演。刚你暗示没有，你真的，我说的他在演，哪一个是没有电的？刚这你刚按这是没电的。对啊，两个都没有电。我来按看，你们两个一起按好了。白痴啊！两个一起按好了。白痴啊！我骗他了。白痴啊！我骗他。那个是真的没电了，那个有电。你刚按这个都没有反应。对啊，他这个也没反应啊。这有电啊。那个没有，那你怎么可能？这个才没有电，那个有电啊。那你叫他按吗？你按，没有，你要一样按。你想要试试看吗？你想要试试看？你有按过电笔吗？不是，你那么明显的骗我，对不对？你想按按看吗？我想按按。你想按按看？哇，果然是有个性的。早上刚不骗了，骗了。这个是有电的。戒指这真的会传电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小游戏吗？哎呦，命运马桶，你有玩过这个吗？你有看过人家玩过吗？没有，我知道那个玩那个那个奶油的那个哦，打脸打奶的。对，你不要看这马桶小小，它有水珠是直接是冲上去的哦，而且这个马桶水是那个电视台厕所现捞的，刚刚现捞的，现捞的，哇，新鲜。那谁先踩？我直接从毛弟开始好了。女士，我开始，我先开始。是，对啊，一。才一下而已啊！没有，第一是他，第一是你啊，第一是本人啊，第一是我。对啊，再按一下嘛，对一下，来喽。哎，这是你自己的尿哦。那顺序呢？压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压一下就好。我怎么吓到你？你们怎么吓他？哎，我发现他的体质很敏感。为什么？孟佳他明明就是笑，为什么你要让他反应呢？然后我远远看到一个画面。你真的很适合参加那个太极的，认真一点。只要脸这样是不是？这样吗？没事哦。你按下去了吗？你没有按下去。按下去了。按。我换。按顺序来好了。换你。好，换你。来，三下。1、2、3。来，三下。请认真一点好不好？3下。你刚没按到，没按到啊！我就说你没按到。给毛弟啊，这个给毛弟啊。不是啊，他已经帮我按一次啊。他没有，那刚你没有按到啊。我补回来，你补回来，我补回来。你帮我挡一次。对啊。
哎，那我还有两下，你还有两下，你还有两下，你会把我的好运用完了？我觉得把你，不是、啊，我已经把你好的扣子弄掉了。对，没有啊，他本来是，哎、欸，对哈，对啊，傻的不要不要的，还有一下对，还有一下，跟嘴巴张开。为什么展开？你刚刚看什么？喝水啊！我们这样嘴巴张开吗？喷到了哎！这样淘汰了吗？对啊，这样就淘汰了。对对，就结束了。换我们三个，好换，每个人都要轮到嘛。换我骰子，来换你骰。是我们三个，是我们三个。三，一二三。就是就我来嘛，你來，对啊，让他玩一下，不然他都没有玩到。你很想要喷他、欸？没有啊，怎么会？一哇，你按的中国绝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他很认，哎呦，他这个，你有在怕的呢 ？Lucky， 你有在怕的呢？遇到在他旁边，对啊，与世隔绝的感觉。你冲马桶也这么帅吗？对啊，你在家冲马桶？哎、欸，有点臭。哎、欸，那你干嘛冲？冲马桶还要你买 candy？ 怎样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是是我都是用脚啊，对不对？哇、wow, ，sexy， 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下，喷的你不要不要的，喷的你不要不要的，好啊，哎呀，定要不要按六下的？你第一下，啊、定一下就好，没有第一下就死掉了。哎、欸，那剩我们两个，六下。六一二三四五六，不是不是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对对对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不是是一二三四五六，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你在学我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好了我了，对，好了六下六下，要不你三次我三次也可以，哎呦好意思，对啊，这样我们是难得来这边都这样对你，好，对啊，啊那个要有一个感情，没有，你要。You are my 这样会喷到你的头。OK OK， 来，他进金的话，快点啊！哎，哎，你这、欸欸、你也太晒了吧！我跟你说，这是我的马桶，干嘛？哎、欸，真的不会吧？不会吧？电视报，是不是？哦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。哎、欸，这样就他赢了。好，孟佳胜出。来看下一题。Yeah。孟佳，我想问你在《他是谁》歌曲中展现中英文流利的 rap 实力，那你能在挑战百分百的地狱级绕口令吗？哦，绕口令的部分是。那我们今天来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挑战一下，那马上示范一下。我们有太简单了吧？绕口令大挑战，第一关好了，一颗星。最简单的。最简单的。化肥会挥发。哎呀，漂亮！掉。自己长，都要自己长，鼓励自己啊！你很棒。第二个星。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。哎呦，还可以哦。还可以。大概是这样子。大概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从第一颗星开始，第一颗星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，化肥会挥发。哎呦，厉害哦！哎，很标准。哎呀，好，第二个，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。哎呦，过关，挑战第三颗，第三颗星，这样比较难的。黑化肥发灰会挥发，灰化肥发灰会挥发。等一下你们就这样让他念完了吗？他刚你确定他刚刚有一次是念对的吗？乍听这样好像他在念一段 rap。你刚刚知道你自己在念什么吗？灰化肥发灰会挥发，灰化肥发灰会发黑。哎、欸，其实蛮不错，好像是对的吗？不是对的。那你们两个不要对，错就错，那对。哎，他对在好听。对在好听。好听。来，你们挑战这个。要试给你看吗？毛弟，毛弟，给他试试。毛弟，毛弟 ，OK， 你要不要进去 ？OK， 黑化肥挥发发，灰化肥发，灰化肥挥发灰，黑化肥挥发化 ，Yes， 漂亮。rap 最重要的就是态度，你刚刚就是一个态度，他有态度，但讲的智商很低。对，那个孟佳试试看，要开启我的 hip hop， 有没 ？hip hop 魂，啊哈，啊哈，第三个加油。灰发灰发黑，灰飞花发飞，飞花灰发飞发黑，灰飞发。有，他刚
刚念的，你念的太好了，你念的太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就是一个态度。管他念的怎么样 ，OK。好，孟佳今天是不是要来教我们大家跳舞？哦，教大家跳舞啊，好不容易来了。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可以。好的，马上进行孟佳的舞蹈教学。你们好，你好，小朋友你们好，你好，你是孟佳姐姐好？哦，是的，姐姐啊，不然你要叫阿姨，姐姐，那不要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你叫内湖，我叫南港区哦。嗯，不要哭啦，不要哭啦，小小的。好多人哦。啊，换你啦。Hello， 我叫马脸猪。啊。马脸猪。马脸猪。他自己在笑，我也好笑。我叫谁啊？哎。你要我是肉卡潘呐。他脚很长的意思，你看。脚很长。可以伸到那个摄影机去哦，发育好快哦。对啊，姐姐，你今天可以教我们跳舞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来学跳舞吧。好，那你们在后面学好不好？老师，那你示范一下给我们。那你们先看我跳一下。好，你看哪去跳？妈妈，我要跟着姐姐在一起。我也要。我以后交女朋友要交这种的，是吗？就是要交很会这样子。这样子什么？但我刚刚只记得这个哎，超厉害。左右，所以现在可以开始学。可以。那我们一步一步分解动作来。好。第一句是 baby， 只要站着不要动就好了。baby。然后你是哪种糖果的时候把脚放出去？好，可以。放出去，错了一只脚。白痴。站进去，然后用这只脚出来。好。哎。左右都听不清楚。老师离我好近啊。Baby。然后把你是的时候把脚放出去，然后就开始。在上面扭一下，有。是哪种糖果？什么意思？上面一圈，下面一圈哦。上对上，像转呼啦圈的。有没有转过呼啦圈？有。上面一个呼啦圈，上面一个呼啦圈，下面一个呼啦圈。有耶，他的屁股好厉害哦。再来一次哦。好的。Baby， 你是哪种糖果？要蹲下去哦。哪种糖果？然后站起来，一切，双手打开，然后抓进来，然后画一个桃心。有爱来，有爱来，有爱来，那个爱心，爱来，爱心，然后就是左右，对，好嘞，学会了没有？会了，那可以直接下音乐了。好呀，音乐走，好聪明哦。你是哪种糖果？一切画爱心，用爱来左右。学得好快，后面还有左右跳完之后有没有？然后大家就是，你知不知道 party 为什么嗨？
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们要互相一起玩起来，对啊，然后大家就要一起嗨，就随便 freestyle。随便 freestyle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是男人上帝，就想你想怎么跳怎么跳。你去嗨，你去嗨，你去嗨，对对对，你去就是这种感觉。你去嗨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啊，好啊，所以一直这样子跳到英文的 You are my candy 出来的时候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我们等一下要对住那个英文的地方哦。好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次。好喘哦。Yeah. 好，我们直接成果验收。好的。对。谢谢老师教我们，那我们现在一起跟大家进粉幸运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进粉幸运。好的，又到了粉幸运的粉丝福利时间了。是的，这一关呢，用这个疯狂黑白切来让粉丝谋福利。是是是 是。所以呢，粉丝们要跟这个孟佳来比赛、嗯。欢迎第一位粉丝朋友。啊，男生的吗？Hello，Hello， 嗨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孟娟。孟娟，嗯、来喽，准备喽。黑白切，黑白切，黑白切，认真真配，黑白切，认真配。哦，厉害厉害！哎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福利是什么。替粉丝画自画像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孟佳很会画画，是的，对不对？那来帮我们这位可爱的妹妹画个像。哦，站远一点，站远一点，站远一点。会画画的女生好加分呢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还是七。这个好像我也会耶，这个我也会啊，那个竹子那一种的，可爱可爱。哎，这样比较像了，对，这样像，是不是？嗯，虽然他没有戴。签个名。哇塞。哇，好，谢谢，来，来送给粉丝。我早想。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吗？喜欢哈。哇，好可爱，可爱的哎。握个手，握个手。谢谢，我拥抱就好，谢谢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继续支持孟佳哦，要支持哦。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旁边休息一下。来下一位。好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松林。松林会玩吗？疯狂黑白摄影。会。好，那准备好了哦。好。黑白那我开始了吧。松林，松林，快点起床啦！不要赖床，快点起来，我给你做早餐。一杯牛奶，一个面包，够吗？快点起床哦，不要赖床，快点，快点。好，这样这样。现在这只手机无价，真的。但是刚刚有一些小插曲，因为旁边工作人员在那哇塞哇塞，对，你早上听到，那前面有人在喊唱，为什么不让他们讲？送给你，来握个手，握个手，哎，不要按到删除哦。对哦，按到删除就没有了。好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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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下一位粉丝朋友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周周，周周，会玩吗？会。好，来准备。黑白切，黑白切，来准备。黑白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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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准备。哇！今天粉丝都很厉害，真的很会玩。看一下福利是什么。偶像与粉丝合照，自拍时间，自拍哈，自拍。我来拿，我可以站前面。拍个三张，等一下，来了第一张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第二张，直的一张，直的一张，这样子，哎，
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今天都很开心。最后，嗯，孟佳要给我们演唱歌曲，哦，对，要带来哪一首歌曲呢？嗯，是林俊杰的《一个又一个》。好，好，欢迎。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，是我自己写词的，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叫《她是谁》？Who's that girl？中间会唱的话可以一起唱，可以一起分。Who's that girl that's looking back at me？镜子中的那个你，她陌生又熟悉，想逃离。Girl that's looking back at me， 无法控制的情绪，你的美丽谁在意？ I don't know yeah。开始不习惯镜子反射出的你 ，So 从没想过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，So 为了继续前进，我说了多少对不起？牺牲了什么才让别人说了谢谢你？空洞无声的不停怀疑自己，为什么要给自己出那么多的难题？ I want you do it, want you do it， 不停告诉你 forget about it, gotta keep it moving。Who's that girl that's looking back at me？ 镜子中的那个你，他陌生又熟悉，想逃。
谁在意。继续去真心，重新机会那当时要坚持下去的你，渐渐的开始了解生活意义，过去的一些经历造就了你，不管你去怎么想，想到唯一的自己， forget about it, gotta keep it moving. Who's that girl that's looking back at me? 镜子中的那个你，她陌生又熟悉，想逃离宣传一下专辑。是的，我说的这张同名的第一个 solo 的 EP 叫 JIA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里面的歌非常好听，也希望大家一起听起来跳起来。那有什么地方可以搜寻到你的工作呢？或资讯呢？资讯资讯，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搜寻到我 ，ID 就是梦家 JIA。好，我们再讲一次，专辑名称叫做是 JIA。谢谢梦家。金曲奖主持人记者会，主持过无数场合，身经百战的黄子佼自曝接下主持棒的决定，竟然是打麻将的时候被工作人员逼问。注意到什么？现在都还没有开放，现在心情正好，要不然这样，我这一把正在打的胡牌了，我就接金曲奖啊！你是这样决定的？结果真的胡牌了，我不骗你，所有人都可以见证啊，李明一、萧敬腾都可以见证，我怀疑他们是故意放水的。再度连撞合体担任主持人的三人也坦言还是会紧张，而这次入围名单较以往多，让他们更努力怕认错人。那人真的比较多，然后也怕有人没有走到，然后也怕很礼数不周到，对，所以、就是、他们化妆前的照片我们已经看了很久了，接下来化妆后的造型，因为大家都精心打扮，精心打扮又跟平常不一样。对去年发行音乐作品的露露，这次没能入围，让师傅黄子佼打弹是一株啊。你的歌不是去年发行的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我还不能报名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、我是今年的遗珠，我未拼、啊。不是啊，你是对啊，就今年的遗珠啊。你不是去年发的吗？啊，那今年没有入围啊。我是遗珠啊。你都不知道吗？天哪、啊，我是遗珠。还是你没有报？我就说忘记报名就好，应该对，忘记报名。对，虽然是遗珠，但也是超级重要的主持人。不知道露露这次会不会展现性感的一面呢？尽量挤，但是因为我也不是主角，等到我入围那天，我就说哇，大放送。哇、oh, ，今年先保守一下。可是很辛苦啊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那天我们后来吃宵夜的时候，他一来第一件就是说，我的 new bra 是痛死了，挤的嘞，我的妈呀，这不方便说的。对呀、啊，然后眼光一扫去，哇，一片平坦嘞，果然 new bra 真的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但是女明星好辛苦啊。Who's that girl?